好，我们赶紧跑，我们赶紧跑。给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啊，就那个刚刚之前的党娜娜一直等一下跑这个地方是对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跟着你啊。啊，来对，啊，之前的党那个娜娜进不来 bug 了哈，所以我们重新建了人物。啊，所以因为是重新建的人物，所以现在我们就出生在一个那个出生地哈。然后我们现在马上要晚上食巢了，我们得跑回我们在那边建的基地。我们的经现在验剩还下，有级别全没了，身上只有一把初始小刀。那还好，那还好，因为我们也没剩多少嘛，没有啊，我是吧？都已经有也就剩完。五六级嘛，是吧？远远的看那个应该是我们的基地，那个火光看到了吗？应该是那个灶炉快灶，走！不是不是，马上就尸潮怎么开下始去？了，哎，还得让我看！啊，这儿有鸭子。不，怎么下去啊？快快快快快！不行，这是啊，我上不去。你卡住了，实啊，操已经开始了，马上。你在哪儿啊？我从这边下去，实哎呀，操那开看始啥？了。我从这边下去，没办法，你找个地方下来，啊，我掉下去了。啊，行吧，没掉应多该少血没吧？有，走吧。这怎么下去啊？往下下吗？不应该是，你怎么往上爬对呀？啊，但找那个刚找才出就正能确。下去啊！快走啊！啊！啊，什么日子呀过的？好，从这边好像能下去，应该能下去。不是，这底下就是树，肯定能下去。你刚才那块其实就能。哎，下来吗？下来了，下不下来也得下来，这好，什么只都要卡跑住到，了。只要跑到基地，我们就赢了哈。只要跑到基地，啊，感觉有可能是得需要过江。我看不到你了，已经。火光看不到吗？等一下，我要吃个巧克力补一下。他们会不会在攻击我们的家呀？不会，我们在哪，他们就往哪边过来。所以他们现在跟在我们屁股后头，是吗？不知道会从地图某个方向纵向我们过来，我们得过河。跳啊！哟，天哪！我们这翻山越岭、跋山涉水啊，这就是这个游戏，现在它确实是有这种 bug。有联机方面啊，有 bug 啊，这我个。刚才我就往上一跳，然后我就飞得比鹰还高，好可惜没录下来呀！对，快点快点快点没快事。点！刚刚那个火光是在哪儿？我们沿着这个河水走，应该就可以到，因为我们建在那个河水旁边嘛。河啊，水旁边那是。上面看到了那个塔。路没了。我们不管在哪个游戏，都像丧家之犬一样。不，这边能，啊，我上不去，好像啊，我的跳跃能力不如你。上来，不对啊，哦，上市来了，啊！上市，天哪！快跑！快跑！快快跑！跑！然后哈，这个不要从入口进，不要从入口进哈，上来，哦，他们也上去，他们也上来了，上不来，没事，屁嘞！然后。我什么都没有，就一把小刀。哎，上来了。啊，小刀，你从小刀呢？我下去啊，我下去你了，设置复活我点下了去了，吗？没，还没设置。然后你从那个箱子里，你从那个箱子里拿数，把数字拿出来一些，然后开始补那个弹药。箱子里，哦，我看看啊。拿一半进来哈，拿一半进来。好，这样他们应该，啊，怎么又上来了？这不是你上来的地方，下去。还剩我也拿三树四枝，然后我的武器，我的剑也没了，你把复活点设了，我拿着树枝在这顶上待着哈。复活点怎么？好。
我也没有电。我下去一趟。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有18个数值。没事。这个。你好危险呀。我他们在哦，好好。我得在外面转一圈，我上去的话。我是从这边进去。嗯。反正现在是零级，我们还有什么可害怕的？我能不能从那边进去啊？我冲过去的话，这个铁锤会砸到我。但我现在。行，我把他们，哎呀呀呀，怎么有上进去？你在那边补好哈。嗯，那个陷阱应该底下那个还有60多次，我在这上面这个。哎，这个怎么又上？我给你照亮。你要把底下那个台子拆了一个。台子得稍微高一点。嗯、什么声音？我这，别跟过来，别跟过来，好好好，好好，这好了。行了，那你也拿数值吧。嗯，拿了，我在这边守哈。嗯，你有毛，我没有，我能上一个尸体在天上飞呢。哎呀，我得先追东西。不行，我再出去一遍哈。让他这样，他就再走一遍陷阱。反正我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。那个，我先回血，我先回血。吃个巧克力吧。啊。回血，然后我给你快速造那个什么啊？这边我们这边没有装备制作台。啊。啊，算了，你先过今晚吧。我今晚就在顶上待着了，我就补这个。你把底下那个圆的。啊，怪不得你站在这儿上这么过不来呀。哦，到这儿。嗯，那你给我个毛吧。那边也不行，你在这儿，你在这儿也可以修。你就拿小刀，给你弓啊。行，但我没有剑的，这里有剑吗？有一些材料你。就这么几个树枝，哪舍得做剑呀、啊？啊，行，今晚这样吧，先这么过去吧。哎，反正我们不搞点事情就不是我们。啊，不，准确的说是你。反正至少我们做到了，我们做到了。我去把这些包清一下、嗯，要不然定位的时候可能会麻烦一些。哎呀，42好。啊，对，这个赶紧拆，我的那个哪去了？你小心身后。嗯、我把这个赶紧拆了。我等一下拆了，我怎么上去啊？你只能我看看能不能快速。哎呀，没有原木。你还能回来吗？我回不去。现在没有丧尸，你快进来。有，来一堆。那你就我也不知道，没有，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办。嗯，好多呀。我看看从这边这么跳上去行不行？回，上来。上来了，我刚缺什么来着？一个原木和一个藤蔓，你帮我看一下哈，一个原木和一个藤蔓，哦，原木有好，原木和哦藤蔓也有好，剩下的就是我再下去，嗯，这会儿稍微高一点，高一点的话，这么高的话上什么应该上不来吧？哦，对了，这个被陷阱杀死的丧尸不给我们长经验，知道吧？嗯。啊，要不然这么设定是合理的哈，要不然每晚那么多丧尸，这个。哎呀，丧尸进来了。平衡就被破坏了。我过去。你可以出来也行，这样丧尸又走一遍陷阱。
啥吃的都没有。我去看一下那个外墙，外墙怎么样？还行，啊，都没坏，没怎么坏。我跟他打，我送个经验。我也想要毛，我也想上去打，我也想要经验。我之前都升级了，啊，我之前把力量都升。那个白天等我们去那个，我们本来要就那个墙的那一头。大白来了。哦，好。还是小白呀。我们进那个我们要建基地的那个地方的时候，要会有很多丧尸需要我们去清。你弓也没有，嗯，我有个弓我也能混点经验呢。感觉我现在是干最累的活，然后拿最少的钱。哎，一直没升级啊？难道是这个晚上尸潮期间上是不升级？不知道。你看，我才一级，这个是，我看一下，经验现在20，经验的现在20。那你还是有，我才经验才2。我是杀这个丧尸。也行吧，他哎又上来了。我看一下啊，20、24哦。我被卡住了，哎。你下来，你下来，出来。哎呀，他哦，好，淘汰一下，好，然后你可以再跳回去。他们在围攻。哎，大白来了。刚我就看见大白。我去堵大白哈，你秀一下哈，大白估计会冲进来。嗯嗯。哦，大白死了，13下还行，就拿小刀，也就砍砍树枝吧。开局不利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开局的开的越艰难，然后我们后期就会玩的越好，每一次都是这样，开局太容易，后期反而无聊了，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想当年的了。啊，尸潮应该快过去了。他这顶上应该已经结束了，他那个就是那个流血的骷髅已经停止了，但是还是在噔噔噔，就还是没完。可能赤潮期间丧尸给的经验很少 ，maybe 一直丧尸才给两经验。我又下来了哈。嗯。别做了吧，不要掉以轻心。后面又来，陆续来了一些胖胖的。哎，那个是什么？胖虎的。哦，我上了一个胖胖的，也是给，也是给二。啊，所以尸潮期间。大白来了，你会吐的那个来了，估计你得回来。行。或者我得走。所以尸潮期间的丧尸给的经验很少的感觉。哎，我们披上来，你去开门啊。你站在那种地方，就丧尸有可能到达不了。我好像来好多呀，怎么突然？大白大绿都是最后一波嘛。你看这身后啊，我盯着这个锤子。你守门哈，有丧尸上来，你告诉我，然后我立刻跳下去。没了，又来了几个。光头家族。
啊，我想把我的武器拿回来。明天你第一件事给我做武器哈。嗯。没了吧？结束。结束了。好了好了，结束了。哦。你给我做个毛。等一下。研究资料分章什么的，嗯，一个来哈。嗯。等一下，这之前我们需要测试一下，看看你能不能重进游戏。你退出重进看看吧。好吧。期间我造一个基本的这个武器制作台。这个是你吧？没带密码的。有人给你重名了。哦。你这脸上这是什么呀？我的图腾啊，画的花呀，蝴蝶什么的呀。哦。感觉不行，还是不行。哼哼哼，那我给大家表演一个，你跳看看，娘娘升天了，嘿，上一次就是这样，我能不能把你射下来？你也跳一下看看，别走，把东西留下再走。我这是哪儿？不行，那看来这个游戏就不行啊。嗯，联机有问题，我们看来得。等到行了再重玩。你变成了你比这个塔还高。我变成了一颗星星。研究员娜娜。我最后自己的尸体组成一个北斗七星。旁边你比那个鸟还飞得高呢。这游戏这怎么出现这样的问题？这上去之后。嗯，我会下来吗？你往天上看看呀。不会。我会飘走吗？好了好了。我再跳一下看看会不会回来。没了。没了。你飞到太阳，然后就化为乌有了。哎。Oh my god！